我今天来改装这个斗殴者，刚才开了一下，还蛮好开的。哎，护具300，3万块钱升级到满，然后刹车赛车级，保险杆有前保险杆，原厂，哦，防撞杆跟灯具，多了4颗灯，哦，还有这绞盘、灯具跟防撞杆1500。改这个好了，后保险杆，哇，还有加备胎耶，好，就你了。底盘、防滚架，他连那个坐垫也换了。引擎升级到满，车灯、套件全满。颜色用小马粉，没有啦，改成热情粉红好了。喷漆，哦，铝合金的好了。副色调，然后侧边的颜色诶。这边用纯金色看看，会不会比较好看？车顶，原厂车顶，探照灯再加四个灯，副驾探照灯，哈哈哈，这么多轮胎哦，好，那就你了，赛车级，变速箱用赛车级的，涡轮。车轮的话，我现在就改，我先改防弹好了。还有烧胎用黄色，啊，错，黄色。那没得，先这样喽。哦，超级亮，但是我前面的灯不会开，为什么？就没什么用啊，前面灯不会开。啊！撞到人了，马上被我撞飞。仪表板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，啊，就是车子还蛮耐撞的啊，而且还蛮快的。好了，我先开回家。那如果有什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